大家都集合了，结果出来了。集合了。干活的时候咱们就不唱歌，没有掉回头有时间没有说好。谢谢茶酒匪。我看出来了，啊，你带了我看出来了，真的。你鹅你不找队友，你鹅你为什么不找队友呢？鹅一定要找队友吗？对呀、啊，哦、你们四个鹅，没有抱团不就被鸽子困进来了吗？大家单聊。他们说有六个鹅在那边，有四个鸭子，六个鹅，我不知道怎么分。我问你，嗯，鹅的牌是什么颜色的？谢谢小夫。那鹅就是白色的。嗯，秀才，你是啥呀？你是什么？我是鹅。那你也是鹅。鹅的牌是什么颜色的？鹅的牌是什么颜色的？哦，你想看我？不，鹅的牌是什么颜色的？什么颜色的？对的，我说对啊。红的。啊？感谢父王，感谢父王，感谢你是红的。王少，现在你说白的，他说红的。哎，是白的。那么大强，他说鹅是什么颜色的牌？黄色。黄啊？一个红色，一个红色的，一个白的。不是，三只鹅颜色都不一样。啊，一个红的，一个白的，你猜，不，好吧，你自己想，你们想怎么投就怎么投。大毛和同珠都说白色，啊，大毛和同珠都说白色，真白色。只有大强说黄色，秀才说红色，但是红色的不可能是鹅，都贴在上面，红色鸭子，黄色丹丹鸟，白色鹅。那秀才肯定不是鹅。橙色鸽子，这不是秀才是鸟来吗？这他说他是红色，我真是鹅。黄色是呆呆鸟，黄色是呆呆鸟。你要这么想，首先我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强来找我的时候，我跟他说的就是，一定这个中立一定会第一个去找人去那个想办法去做他的任务。然后谁找我你知道吗？朱大强，还摸了我一下，涂油了。朱大强，你问我吗？大强戴上了墨镜，飞死。问问红红，都别说话啊，都别说话啊。红红是鹅，是鹅吗？红是鹅吗？红红，红红，我是不是鹅重要吗？我第五。哎，你重要，很重要。什么色儿？你是鹅，鹅的牌子颜色什么色儿？你是鹅吗？你是鹅，你什么色儿？你看，白色。我白色。白色是。那白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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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仨是队友啊。对。秀才说他是红色，但是他是黄色。秀才说他也是鹅，但他是红色。大强怎么能是黄？我不是啊，我是一个字的鹅呀。那怎么能是黄色的呢？红色的鹅。我说的红色，但是他说的是什么？他说我记得是黄色。哪有红色？哎，真有红色的是鸭呀，红色的肯定是鸭呀。对呀，你看，而且还有两只死鸟鸭。这边是蓝。你要这么想，不是？我跟你说，那你说我有必要算了？我说鹅是红色吗？那你为什么不写是白色呢？别用你的逼脑子。好的。那鹅是白色，你不知道吗？别用我的脑子。我不知道，他给我的那张牌就是红色的，然后跟我说你是鹅。红红有过的界限，我说行。红色。他肯定不是鹅。红红有过的界限。小三哥绝对不是鹅。秀才肯定不是。小三哥。不是，你要这么想，你要这么想。首先，你要这么想，如果要说这张牌的话，如果还有别的颜色，那就是扰乱。但你们可以投我，我无所谓，反正我鹅嘛，对不对？我都行的。混淆是我们找钱六六是听的。哎，我不会投你，我会投大强。在中国吗？手机，来来来，手机怎么地？大家都在了吗？第一件事情，先找鸽子。好嘞。就是鸽子在前六里面找。先找鸽子就行了。对。在前六里面。鸽子在前六里面找就行了。可以报一下排名吗？报一下排名，报一下排名。我申请问一下制作组，我那个鸽子，我那个鹅是红色吧？哎，不好。这怎么？那不知道。排名啊，第一名拉奇，第二名 C 哥，第三名同桌，第四名大萌，第五名新一，第六名猴哥，第七名秀才，第八名轰轰，第九名秀可爱，第十名朱大强。行。我没听懂。行。拉奇 ，C 哥，拉奇 C 哥排除。秀可爱。同桌，嗯。同桌新一。大萌。新一排除，同桌大谋，前六肯定要么大谋，要么同桌，要么大谋，要么同桌，对，要么大谋，要么同桌，对，要么大谋，要么同桌，我是鹅，选一个，我操，一到这你是鹅，你是白色的，是白色的鹅，水牛啊，我觉得鹅应该是白色的，就出错了，出错了，你们谁说谁是红色的？朱总别摸了，啊？谁说过自己是红色的？我，我们红的，我红的，几个红的？我摸了，红的，红的摸了。我们四个红的，红的只有四个，红的只有四个，没有五个。红的是鸭，那我就是鸭，那我就记错了。鸭只有四个，我是红的嘛。大喜是鸭 ，C 哥是鸭，猴哥是鸭，我是鸭，没有第五个鸭。
来，我们来先从鸽子。没有第五个鸭，我知道。你先，我来追一下。鹅呢？鹅举手。你们谁也别管我。我老八，好吧？谁要投钱？红色举手。红色举过了。没有第五个鸭。红色五个，白色举手。这五个里面要找一个出来。我是白色还是黄色了？但我是鹅。我是白色。白色举手。哎，他又不是白色。哎，你看，只有五个鹅了。五个鹅，五个鸭。大强说他是黄的，我不记得我白色还是黄色了。你第几？我跟你讲，现在你是第几？我最后一个。所以你我肯定是鹅。我来说一下，我们只需要在前六里面找一个鸽子。对，直线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大家先来把鸽子投一下。投错无所谓。痛竹。我也投痛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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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痛竹。痛竹。这只影响鸽子的结果。来，我们来。痛竹。我们来3、2、1，好吧？好的。啊，来3、2、1。痛竹。痛竹。铜珠，好，你们把鸽子投给了铜珠。嗯 ，OK， 那么我们现在来揭晓一下哈。首先，我们先看呆呆鸟，来，呆呆鸟，请站出来。呆呆鸟，好，呆呆鸟的任务，我开始我就说了，呆呆鸟的任务失败。那你们错了呀，我们四个鹅齐了呀。然后我们再看鸽子，来，鸽子请举手。秀才哥。秀才没有进，秀才投错也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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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来，鹅阵营的哪几位举手？我们四个，我们四肯定是鹅。我们这个阵营有点猛，你真的压着？哎，你带了两只吧？对，还问我？肯定会压着。那么剩下的压阵营的四位就是猴哥。耶，我们赢了。N P C， 新一，新一，布拉奇。坏女人的毛，我不是鸽子。那很明显啊，压阵营。没办法，他刚混进我们压阵营，被我们怀疑了，没电了。压阵营获得了胜利，那么我们就从压阵营里面个人贡献值从高到低开始排名和选人，然后压阵营的四个人现在其实就成为了我们今天四个组的队长。我们依次来选人，那队长可以选队长。我们已经全六，我把任务都做完了，真的全。队长可以选队长啊！我他妈任务做完了。好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好 ，OK， 那这样，我不这样划分，说错了 ，sorry 啊。我们从压阵营的第一名开始选人，先选一个人。对，不，然后第二名的再选人，你们可以选同阵营的人，也可以选不同阵营的人，明白了吗？好，那拉奇首先肯定成为第一个队伍的队长了，因为你是第一名，然后拉奇先选人。我讲一下啊，这个队伍最终四个队伍会是3-3-3-2，有一个队伍会是两个人，但是两个人不是坏事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每一局都奖励三个核桃，如果两个人在这一局胜利了，他可以分三个核桃。但是三个人的队伍可能人多力量大，这个不知道。我们要看，来，我们接下来的人是人选是怎么安排的？首先，拉奇来，你的队伍先选一个人。我是要选一个还是两个？你先选一个，然后我们按次序，然后到你再选。哦，嗯，那我遵从大魔，我选大魔。行。拉奇的队伍第一位成员是大魔。因为我投这个大魔。OK， 然后。NPC， 你自动成为第二个队伍的队长，来，你可以选人。选猴哥。好的。猴哥，然后新一，第三个队伍的队长。你要选我们吗？我能选他，我能选拉奇他们吗？或者是猴哥他们吗？能选吗？当然不行了呀，他们已经在别的队伍了。我操！但是我没投资，我就投资他们两个队了，没投资别人啊。那是怎么搞？我们选人晚上要体力活。你可以让拉奇选你啊，猴哥对呀、啊。对，我不选拉奇选我可以吧？可以吗？这种。那你就第一个就选新一。你现在是放弃这个队长权吗？你可以。因为我的钱全在他们了。我要被选吗？你可以放弃队长权。我已经绑定了。我放弃我队长权。你放弃你的队长权。好，我等别人来选我。OK， 然后第四个是猴哥，那猴哥也已经被选了。我被选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再看鹅阵营来排名。鹅阵营排名第一的是
红珠，红珠你当分享。这是防晒霜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各位，我这个手机背面喷满了防晒霜。选择当队长，也可以选择不当，被选择。不这谁的？我这谁的防晒被我狂喷？好像是我的防晒霜。他给防晒霜喷一手机，我说怎么带泡沫的呢？帮我擦一擦。红红已经被选走了，拿一下，来来拿一下。然后周可爱，我说你有怎么你手机擦擦防晒，你有选择权，你当队长是吗？你当队长对吗？对不起，你确认当队长？喷错了，那个。OK， 好，那四个队已经成立了啊。周可爱选了大强。好，接下来拉奇继续选人。我选新一。好的。那你们拉奇队的三个人齐了哈。OK。C 哥还选不选人？还选。还有谁？那我们组不是有四个人吗？那就四个人。也有四个人吗？对。哎，猪猪。对。沙琪本来是我们这一队的。对。那拉奇本身就是你们这一队的，那就应该满人了。啊。对吧？红珠还选不选？你也可以，你们两个人一对，你也可以再把秀才，这给我看一下。我怎么带沫的呢？如果他们不选我，大乔不选我，我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总共四个队伍。猛喷！我在想，就秀才跟我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的组队就是，哎不不不不不，谢谢，留给徒弟吧。为什么？秀才哥，你看看，他一脸就需要被照顾的样子。把闺女给你吧，秀才哥。行，两女生。我跟红红。男生照顾一下。好，那么今天整体的组队，第一队拉奇带领了大毛和新一，第二队队长 C 哥，成员是猴哥和 Saki。第三队红珠队长队员轰轰，第四队队长修可爱队员苏大强和秀才，这就是今天整体的队伍的情况。然后最终我们看今天哪个队伍获得第一名，投这个队伍三个人的投资人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回报。OK， 大家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移步今天的第一题。导播，我们先送导播。哎呦我操，从这都不让，干嘛的？干嘛呢，婆婆？干嘛？干嘛呢，婆婆？咋回事？什么鸡饭？婆婆，今天你今天会上麦当劳门口吗？对的。那肯定要站啊。那你记得叫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看。我们去买冰淇淋给你吃。我在麦当劳里面看外面，你站在外面。那需要做任务了。我把蝙蝠侠的衣服拿着。对，你看，你不会戴眼镜，西天取经，不戴眼镜看不见呢。我跟虎哥还有不戴眼镜，偷拍的得了，套是吧？套进去，眼镜戴里边，太套进去，戴眼镜戴不着，看不着啊。头多大啊？对，是看不着啊。最好再给我来个蝙蝠车。哎呀，蝙蝠车，白色的蝙蝠车是吧？主要分那个阵营就没啥那个，很捞，嗯，这个点没啥用，就是感觉压着那个鹅，没有参与感了，就是这个四人一个阵营，先弄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去 PK， 对，不应该先 PK， 明牌打是吧？不，就是先去大家再聊聊完了之后，最后再 PK， 然后再投票，有懂吗？懵了，就这么地儿吧，就这么地儿吧，就这么地儿吧。首先，你那个牌的颜色不应该有，然后就是给大家发个蜥蜴睡好，然后刚抓的活的，这啥呀？个小虫子，睡得很晚，不是蜱虫吗？赶紧扔吧，快扔了吧，蜱虫。对，飞来飞去的。我这个，我觉得应该他不应该是等量的。然后就是你这里头没有狼人，你可以你先选，然后今天谁唱歌吧？你今天写哪杯？不行，听不懂，根本听不懂。就可以什么？一点一点六个五，就是十一点半，需要六个小时。然后，但是就是两，对，这两个狼再有个做出任务，那不就是很好玩的呀？你们都在拼。
猴哥给我也来一点。一共就才几分钟。我也分享，我也分享，我这个没怎么喷过。好吗？你们想不想爽一下？那就给你们也爽一下。这谁的面？给他保护好。这个面吃不了。真凉快。这面已经是特大的降温剂。我。这个面已经吃不 了。千万别抽烟啊！这个面千万别吃。我们狂喷这个。爽不爽？喷到你们脸上了。C 哥，你不用云台，你给他关了呀。C 哥，你不用鱼蛋，你给他关了呀！关了呀！不是的，大毛跟 C 哥。冷却喷雾。然后刚好把你放手机，好吧？好像第一、第二都有喷吗？可能先要微信。微信。直播间的。C 哥有钱，我都是有钱交的。简直是礼物的很活，我会给你表演到。我其实可以再多一点交流和，就是怎么说，考验脑子的东西，但是没有。谁给你钱？可以出人钱，对，可以出人。那你拿他还没开始吗？还没开始，我觉得太麻烦了。投票环节，如果你要把他投了的话，他是呆呆鸟的话，他也能获得胜利。那就放我这儿。我去接个充电宝。PK 决定一切。还没开始。OK， 慢点。学我，猪猪。放这吗？啊，放这吗？对，放这。我拿个充电宝。学我。放这。今天晚上要去昆明市中心，哇，进城了，好开心！赶紧进城吧。住在山下山不错，但是我们要进城了。今天要去夜市，就是那个贼人家哦，你当时没来。哎，我们能不能直接进城去吃菌子？不能。好吧。有话中毒啊？没有，我们吃了的。啊，你没吃吗？吃了。吃了。你不也吃？吃了呀，吃了。这么了不起。让我兄弟跟你玩一下。我兄弟玩一下。谁赢都行，大龙哥谁跟谁赢都行。请大家放心，反正就我会让 C 哥回老家的。好，尽力玩游戏就行。怎么这先不搞？策反心仪，怎么的呢？策反心仪干啥呀？我虽然脸不会害你，他投资了，我投资了四百，对呀，投资了怎么会害我们？哎，投了四百，怎么4000多万呢？那你跟谁一组？那谁组？我投200。还有谁？住在山里真不错，然后配上茄子那个。那你不蟹亏吗？啊，那你不蟹亏吗？对啊。所以你必须得让我们赢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投了400行吗？如果我们名次低，你就变800。我们名次低，你这400可能会变成300。啊。但是你如果让我们名次高的话，你的400就会变成800，有可能。我的声音。但是如果你让大谋赢，你就只可以变成400。那400我也能收300。我也有700。不是你投了400那个让第一，你肯定是挣得多呀。反正登录的嘛，可以，你可以让大毛第二。嗯，对，你可以让大毛第二。说的好像很简单，那些第一。我们这可是搅屎棍儿，意思说，反正也赢不了，我给你搅黄了。昆明哪个区不知道？问问导演吧。现在干嘛的呀？我声音是不是很嘹亮？没问题，还可以。好嘞，这个面可以。这面吃不了。摆那儿吧。到时候有什么帮你吗？确实得帮我们。你投资400呢？我跟你们说，就应该说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投一个人，你投两个人，你不好整。因为他不是，主要是他要分组，他不分组还好。主要是我当投资也不是这样分组。主要是他要分组，他不分组还好。一分组的话，钱就打散了。来找我合照。我当时想的是，这么多人投资一个，这个一定第一啊！这么多人帮对吧？我就投这个，就被那风险投资啊！风险投资啊！我这个，我都没投自己，我都没投。什么？我全压了他400，这个400。信任，这个。我们现在先关播一下，我们先关播一下，对，先关播一下，然后上一下云导播，上一下云导播，马上好了。要上一下导播，我们都得关吗？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就 C 哥一个人关就好。为啥 C 哥过来关播？那就直接关闭。有这么多导播群吗？云导播，他没有微信的。有这么多人吗？就是你自己帮他降个温，然后要被排练，不可能。你要上云台吗？为什么说我们被排练？直接开播。我不知道你。队长的导播。这屁股给我坐的。哦，队长。都给我粘住了都。队长的导播。哎，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在室内，什么时候出室外？别拍，没事儿，就扫二维码。忙了就出来了是吧？他扫二维码。
说不是不是，是队长。好，队长扫二维码，队长要扫二维码，因为要有队长。二维码是变的，哥。你是这种人吗？队长，没错，加二维码，让我下。加二维码，官方二维码随便扫。官方二维码，不可能背叛我。要导播。导播。这边怎么有呆呆鸟跳舞？他们说卡，我试一下，动作快一点，他说。快一点就卡，慢一点就不卡。我的充电宝还有31%的电。也不是说我想的是你的。哎，有别的充电宝没？那。还有两个，不是，怎么了？我可以用这个充电宝来给这个充电宝来充电，然后这样我的充电宝就有电了。那我怎么办？再借一个呗。哎，这是我带过来的。不是，我充一下看好不好使。那我把云台装一下，你等会儿去外面好吗？我玩一下。看能充上不？那不是官方他的手机，我这能充上。你直播间开了吗？开了。OK。今天晚上就不该。是的。发现永动机了，给这个充电宝。我哥，我回去给你找个充电宝。好的。但是那个要，哎，是这个吗？对，三个好的，三个好的。你好小巧的充电宝。那是十二还是十二？你可以直接插。好小巧的充电宝。我去一下房间。好的。歪一会儿吧，朋友们。我又拿。慢点呀，谁一个？这怎么插呀？不是朋友们，因为我们是队长，这就一根线儿啊，这没法插呀。队长就会有水印。谁刚才我手机放这儿？这行吧，这插这儿也行。拿得住了。没吃啥，我在那儿扔着。你投自己多少？我投了自己200。你炸了？上200。对。炸吗？直接。我上去。还是给手机充吧。我把这吃了。把猪猪的12%的电给它充没。如果等一下偷豆具的话，我来操了。行，歇了。行，你也是偷的狗，那你干活。对。我承认你不是。你没偷自己，我没偷自己。什么事儿？我一定会拿下去。好。心里不会叛变吧？啥？啥玩意儿？我倒没听清啊。刚刚没睡吗？是什么东西？不行啊，这刚刚我又拿了50，以为是房卡，我先拿了50放回去，又拿了50。哎，这不是咱的启动资金？铁心，小金库，启动资金可以给猴哥，小金库，1博5，铁心，2博，还有个50，那不是还给你？好的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买东西。一博，我也投了大红200，可以买东西。我不是对的，都有钱的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换双鞋，这个钱不方便。这么的谁？你用啥匹配？别充。好的。这个把这个风险分散一下。确实。对。就因为第一地要都有钱嘛。对不对？稍等一下，我们的反款要不要钱？对，这个也是怎么立起来的？太重了，有点沉的，有点沉。开玩笑，这怎么能给它插上呢？还卡吗？轰轰，2200，不卡了。不卡了。刚刚是为什么卡？刚刚可能是我这边属于，我们这边属于利益共同体的呀，我们属于最大股东，是啊，两个队都得保我们，对呀，新一秀在同桌，新一秀在同桌啊，红牌子，我退一下，我们属于利益共同体，你们说什么？华为和苹果都可以，说我们是利益共同体呀，我们现在这个组就成利益共同体了，是的呀。直接就分布到是不是视网膜？我们就是最早的 AC 放，你是 BDP， 他是豆鱼。里面有很多玉米，很多蔬菜。哦，但是一看你视网膜吗？感觉已经视网膜。猛猛去。你就猛猛去。我猛猛给他。你看到这边弹幕有个什么 ID， 然后在这里说谢谢，直接给他。主要是我后面站过人。那个就上我后面。脸皮太薄。不，小飞用这充电宝，用这个手机充电。有个人站在你旁边。脸皮太薄。
狂编飞机，今天狂编，狂编个真，狂编飞机，我操，乱编，那只是为了让鹅吃得更好一点。拉我台，那个编，拉我台，没编，后面一堆人来举报，一堆人，一堆人说，拉后台，格局真小吗？没编，没编，真没编，峰峰没编，超管在后面看着呢，怎么可能编呢？黑轰都来了，三个超管管着我怎么编？嗯哼，对呀，峰峰没编，你们老说峰峰编那编那个飞机没编，他好帅啊，他好硬啊。我真的好硬，我操，因为太多了。他发音好硬啊，嘴唇硬，好硬啊，真的。嗯。我脸皮不薄，上脸不薄。应该快开始了吧？每个人都要上导播。队长上导播，一个队的队长上导播。OK。好累。队长上导播。OK。终于。哎，这个为什么？黑红没变，这是黑红带节奏，是吧？他们说黑红我早上一直在编飞机，你也编几个？累了，黑红累了呀。我说不可能，黑红不想编。这怎么可能编嘛？对呀、啊，这还四个人嘛，肯定不会编。谢谢你，不客气，小问题。嗯，这个天气有点不适应。啥意思？你在这听不听？上来上来。快没水了。哎，我要上导播吗？先辅助一下，把心意打一打。嗯。黄盖，大黄盖。被关闭什么意思？老大黄盖。有谁在导演组休息室看到一个黑色的？大家戴一下遮阳帽或者遮阳伞。哦，要出去了，要出去了。出去了，外面太阳好大。你的衣服呢？我有这个。你的防晒霜。早上穿的衣服不是这件吗？你不还有个外套了？哦。我没带防晒衣，你带防晒衣啊？我没带，我就穿这个衣服。给你来点防晒霜，那完了。给来点防晒，我给你涂点黑。番茄呢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脸上不喷吗？脸上不喷。我抹的，脸上抹的。哦，不，防晒。可以抹，可以抹。不是他，我也抹一点，抹一点。戴个墨镜。来，你抹点吗？大魔。我不抹。你要抹吗？我喜欢。我真的。现在要出门。嗯，要出门，出门了，要出门了。我换了双软的鞋。我喜欢黑的。健康。我没有小的，看一点。咋了？没少。少了。哎，上面你那边还能不能借给我？明天在房间里再去拿包。我来个闭眼、我去拿一下，再给他50块钱，让他刷。就跟昨天那个一样。就啊。给他50块，让他刷。给他50块。哎，这动吗？反应过来。他不会动啊，会转吗？刚刚嘟嘟。他不会转、啊。这多少钱？什么多少钱？但是没那个磁，防晒霜啊。肯定没有磁。还有50给。好的。哎，怎么装线会转、啊？听见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快点。我给牛逼西哥牛。是我最喜欢的是蜘蛛侠。蜘蛛侠。失败的嘛。蜘蛛侠。超软。好。我最喜欢的超级。钱呢？钱。你在我兜里。为什么呀？别给我呀。没有。因为热吗？给我呀。嗯，揣着吧。磁体。现在我们直接去玩那个猫抓老鼠啊，不是吧？我们是有好多小游戏，有好多别的那个活动，还有速读。什么穿搭博主？我一直都很会穿搭。现在穿怎么样？321个点左尼那一代。我76，你冲。马格尔那一代。哎呦。谢谢你要大出汗吗？我不出汗，我看一下我今天会不会出汗。防晒衣上个链接。好的。OK。OK。我把这个下面。要上车了是吧？我在这外面得多。这么的，这一个，你云台不也没电吗？给你充。我云台无所谓。从云台充着吧。好。先给你充着，完事你充多了，你充。你我们俩就用这个充电宝。好。等我没电了，完事我用。好，就完事儿。用你的那个充电宝来给我的这个充电宝来充电，然后用你的充电宝给我俩充电。对，我们只要有一个充电宝，我们就可以
无限循环利用。怎么个循环法？永动机。我用他用我的充电宝给他的充电宝充电，再拿他的充电宝给我们的云台和手机充电。我用完了咋充电？用不完。用不完。你好，OK 的。我这是自动闪。哎呦，我真晒呀、啊！哎呀，真晒！我天哪，好晒！真的好晒，哥哥，还好我有装备。猴哥，哎，给我手上喷一点呗，手上往喷。还是吗？抹一抹吧，抹一抹就完了。没办法，户外了。对。刚出来。有没有一层保护膜？感觉？说实话，嗯，我完全没有。怎么没有呢？有点油的那种感觉。这里也太热了吧！一定要站在这吗？走吧，走吧，朋友们，走。我换个眼镜了。戴墨镜吧。哎呀，哥哥，帮忙配一下我的。啊，我来了，没事，我帮忙站。操，这玩意儿要是能喷到我身上就好了。这个得拿一个，拿一个。这个得拿。这个揣兜里不能炸的，不能。别抽烟呢，怎么可能抽烟？我给大家好了，可以跟我走。啊，稍等一下，我们等人。那我们走吧，我们三人一队先走吧。等一下，同桌轰轰呗。哎嘿，我们五个人是一队吗？不是，但同桌投了我们呀，同桌投资了我们。都看不见。同桌轰轰啦，轰轰啦。轰轰再换衣服。还不错啊。太黑都看不着。对呀，我去把我的。那我们走吧。哎，你这个热死了！你为什么不穿防晒衣？同桌，你搁这过冬啊？走呀，我们五个人走呀。走吧。轰轰在那儿呢，轰轰在那儿里面换鞋呢，在那房间，往这边。那完全不是。轰轰，走了走了，马上。可以进去吗？进去吧。哇，他开我当时给他开空调往关、哦。有空调哎。来吧，呸！我的鞋走吧走吧。我没鞋子，我只能穿昨天的双了。好凉快。凉快吗？好凉快。我一不小心把这个碰倒了。好吧，那就倒了吧，不要管它了，碰倒就碰倒，没关系的。别担心，烧点烟，烧两根烟。那个没有。不行，你说你要烧两根烟，我说不行，刚喷完的喷雾。那我也戴个帽子吧。对的，那个戴帽子。我伞上什么是长这样？戴帽子。猴帮我把这伞收起来。呀，蝙蝠侠衣服没拿呢。这回就想到轰了。蝙蝠侠的衣服。我们用扫导播吗？队长要扫导播。队长扫不扫播？现在应该不去吧。对对，队员不扫，只有队长扫。晚点拿吧，下来呀，等你们呢，导在下面等你们呢。哎，没事，他小丑服也没带，实在不行回来呗，回来一趟呗，到时候大不了。嗯，我带了。你小丑服带了，我在我包里。我没。那你给我装着得了呗，我们一起装，走，我拿去。发型没了，我的发型。衣服裤子。有带吗？走，我衣服给节目组给我拿着，是吧？那我也让节目组拿着。
我那腰带没了那种。走了吗？算了，不要了那腰带。走了吗？走了。走了。好吧，我们用节目组的帮忙拿一下吧。对。昨天是戴林，今天是戴林。我是跟你们找一次啊。你少少，他是变少，我少少。外边就好。这还能戴吗？戴呗，晚上助兴。OK OK。准备走吧。晚上会冷吗？哎呦，慢点慢点慢点，这是我第5次撞着头了，腿太长了是吧？脑袋撞着呢，我们五个人一个车吗？不是，走过去。你们先走，我们等先走吧。好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沙琪干啥去？走啊，沙琪，这边。找，哎，后头出来，走吧，走吧。你给我出个名吗？啊，我现在不方便，没锁啊。我帮你打着吧。啊。嗯。你帮我拿吧。你帮我拿吧，要不？拿呗。可以。去哪里？去身上。对。好吧。往哪走啊？这里跟我走就好。我是猪猪公主，我要办理入住。可以拉我们一把吗？可以拍个照。可以可以。嗨嗨，你们还有伞子吗？激动的手都抖。哈喽啊，王总。嗨。哇，你还有小伞？我拿着吗？拿吧。头好疼啊！怎么事儿？撞的。对不起，猴哥。好的。啊，都好疼。头好痛啊！对不起，戳着他了，我看看，太高了。他身上，他那个 T 恤上写满了名字，我正好在他最后一块小肚腩上写的。他不会在你上面吃的吗？不知道，他 T 恤上还有大拇指。我正好写在他那小肚腩上。他回来着。还好他有小肚腩，不然的话就写不上。这边。太上太阳镜，不知道太阳镜走去哪儿，找不到了。不太上去干啥了？发型压扁了，这么劲儿。让我鼻梁上的粉底压痕，不化妆才能看。他们说导播太专业了，我不知道导播干啥玩意儿，这你别管，看不见的。哦，对，进去就是。哦，进吧。这不你们住的地儿吗？啊。哎，我小心点的头啊。就两个台阶啊。这回我知道了。他们说我的太阳镜在烘烘包里呀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给你顺走了。这个，什么事儿啊？让不让你把杯子拿？OK。我这带走了。哦，这里有点卡啊、哦，是吧？哦，一下卡了。嗯，觉得大家都卡了。没卡呀？卡了一下。你们卡吗？热，又热了。在哪活动啊？哇，还有泳池。不错啊！游泳吗？应该是一个，是吗？我拿走啊！拿走，这不游一会儿？给我喷点，给我喷点！要喷一下不？要要要！哎，这可以游泳吗？飞哥，太小了，他们怎么下去的呀？要不去
他们怎么下去了呢？勇气大爆发，都来吧来吧，走，都坐下。我爹乖乖，我这个你看，这个时候我云南就好短，我这个支架长得很，不能照相，你知道吗？还是支架的劲儿是不？对啊，老说我抖，那云这云太短的一逼。瞅一眼啊，操，我像外，我有点像外星人，我发现。来来，我这支架方便啊，主要是。来，星星，把帽戴上。好，谢谢。客气，别晒伤了。台阶慢点啊！这不来到我熟悉的地方吗？我爹乖，我先重装。我爹乖，都台阶啊，都台阶啊，这地儿说实话，慢点慢点，都台阶啊，风景不错，慢点，真不错，都是台阶啊，小心啊，小心啊。哎呦我操，这景色太好了，哎，我好想搞个那个自拍杆，拉长，拉远，哎，照个相，绝对无敌。走一步必须得看下地上，我要摔了回去得给人笑死，起码笑三年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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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胖叔啊，谢谢。现在没有太阳了，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啊。每个组都有你们的分组 PD， 你们跟着 PD 走就行了。我们需要从这里开始，一关一关的闯关，直到门口的第十五关，没有天，方为胜利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旦有一关失败，你们需要掷骰子后退，回到前面的关卡。游戏时间大约是两个小时，然后最终如果没有一个队伍通关的话，我们会以哪一个队伍到达工作人员就是 PD 来宣布他取得胜利。懂了吧？那豪哥找个人帮忙，找人，或者我们直接放着吧，放那个有两张失败豁免卡，是有衣服吗？对，衣服，给我来，好好好，谢谢。200块钱一张，哎呀呀。多少钱？200。你们一会儿要的话，可能还要涨价。不是，什么东西200？两张豁免卡，就是你在那一关失败了，我可以用这张豁免卡再往前进。200，什么东西了？目前是200一张。输了你可以，我们只有200，怎么办？好，现在没有人要。我们只有150啊，200都不够啊，250我没有。250。红珠要一张豁免卡啊，就是有可能你们卡在哪一关地方，咱们要不要？要一张吧，要一张。钱拿来没用，拿一张吧。钱不拿来花的吧？我们也要一张，要一张吧。对，钱就是花的，钱就拿来花。不是，对对对，那边谁？好，红珠的 PD。我们也来一张，我们来一张，我们可以来一张。来，先到先得了。哎，同桌，给哥拿张票钱。我们俩一队的，你漏吗？谁哥？然后是这个是。对。C 哥组。对 ，C 哥组。C 哥，咱先买。我只有两张豁免卡，目前只有两张。卖一张。我们300。对。记得一下。对。只有两双。对。两双。给那些有钱的呀，可以卖的。好，那么大家都准备 OK 的话，就可以开始了啊。可以开始了啊。可以找你们 PD 问一下哪一个。猴哥，我跟你们一起。好好好。啊、OK。这我们的 PD 猪猪。这是我们的 PD。我跟你们讲一下第一个环节啊，我们第一个环节叫做 Rap Freestyle，就是
我们一会儿要随机抽一个签，会给大家一个韵脚，然后大家要用这个韵脚来做歌词，我们会给大家一个 beat。对，然后这个主题是描述你此时的心情，但是你写什么都是可以的。然后我们要写六句就可以，好吧？写个歌呗，写个歌。对，哦，行。我这文化水平，写歌。哎呦喂，流水账都难啊。还 freestyle， 打开自己的板子。好嘞，一个组一个吧。那我们拿这个吧。哎，你们怎么做事啊？先到先得，先到先得。我也想坐进来。那有那有，可以钻进去吗？猴哥是伞给你了。你伞给我，行。来，猴哥，你们来先。我没手了。谁哥，这伞给你了。好的。好，哎，没没没，你们抽个运脚，我来抽一个，抽一个。你这伞先给它合上，要不？给合一合一个。要不我们一分一半？没事没事，现在抽一张，来来 ，C 哥，选一张。最后一个字要是这个结尾啊。好嘞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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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意思什么？意就比如说喝、歌，哦，这种都是可以的。后面有个意思吧？对，后面有个意，最后一个字写六句歌词就可以。好的，好吧。哎，咱们要不往这边一点？行，咱们离大太远一点，这边太热闹了。好嘞，我们在笔和纸哦，在拿那个写。对对 ，OK， 我来吧。我懂了，猴哥，我来吧。你来吧。大家要验证的时候用这个话筒来唱啊。他可以在里面休息的。OK， 好嘞。然后。你需要现在听一下这个 B 吗？还是说听一下吧？好，听一下。能喝有水吗？完事儿。嗯我先给大家放啊。啊，不是这个，不好意思。写六句歌词，最后一个就是一节就可以。我想一下，凹有哪些字是凹的呀？我懒得想。我能把这个给我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传给你。OK， 或者你把歌名发我，我直接听一下。嗯，因为他是，稍等啊，我发到群里。六句是吧？对，要写六句。OK， 你把 B 发我吧。好的好的，来，你来吧。看看群在哪里。这里不卡，真好啊！啊，不卡呀！我发群里了，就是这个币。好的，可以在群里打开来看一下。好。咱们写完了还要唱出来啊！好的。嗯。嗯。我来吧。可以看看弹幕老师有什么想法，结合一下也可以。今天来到的深山里呀、啊，先来一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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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每结尾有意就行，没有最后每一句最后都得呀，歌呀，的呀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对，看看弹幕老师。弹幕老师，嗯，弹幕老师，把这弹幕直接管好你自己。也是。好的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字儿写出来。我就是波罗塞冬，我只会饿。这不行。不要在那饿了，有没有点别的呀？要不我们直接，要不我们直接就一直饿。字咋写？饿口字加个那个，饿，口字加个什么玩意儿？口 ，OK。我看看。哥呵车饿。创作朋友们，
结尾加个叶不就行了吗？也行，加饿也行啊，饿叶不都行吗？咱直接结尾就饿呗。对呀、啊，尽量每个结尾的字还是要不一样。哎呦我这行啊。什么？我有一只鹅，它叫王汉泽，还有一个朋友喜欢鹅。可以。我有一只鹅。他叫王汉泽，他叫王，哎，王汉泽的汉怎么写？汉泽，泽怎么写？三点水，他不是泽里的泽吗？也行吧，都可以了。王汉泽，嗯，他叫王汉泽。四字，泽怎么写？哎，就折就三点水加个那啥就行了，加个那啥啥，一个又加一个那个。人生地，这么折吧？不，他好像不是这个折。哎，都一样了，没啥太大。咋的了？咋了？这儿呢？他叫王汉泽。哎 ，OK。还有个朋，还有一个朋友。还有个朋友。还有个朋友叫波波，他只会。妈的，写诗吗？哥，这他妈写诗呢，我们是泽，哎，无所谓了，哎，都可以吧。还有个朋友叫菠萝，只会这才三句，一句两句三句，还有三句，这不四句了吗？还有个朋友叫菠萝，这是一句，只会菠萝不行，最后结尾是还有一个朋友叫菠萝对等等，行行，怎么唱的？哦，我有一只鹅，它叫王汉泽，还有一只鹅没来云南，有点不快乐。它的名字叫菠萝，只会饿。怎么样？你觉得呢？好像还不错啊。嗯，凑数吗？这不得一般。英雄联盟一直坑，菠萝骂我不吭声。云南户外走一程，朋友相伴走一生。总是呼呼小美人，零八一的小瑞文。我全都要。马上，走点心呐！别的，麦子给我一下，咱们还要继续没有？这个不牛，我操，创作能力不牛，拿到这个词儿直接就写完了。第一关给我看，第二关长什么样？我培养出来，搞定。OK。没有，结束了。我们创作完了。六句是吧？六句。我们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歌名是吧？不，没有歌名。那这句是什么呀？这句没东西，这句只是脚，不管它。哦。前面这两字叫什么？阿西云南没有喝，猴哥没开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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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很快乐。
OK， 我们唱一下吧，猴哥。来呀。那现在试一下是吧，先。是的，我们先试一下。从哪开始呢？等一下，我说三二一。好嘞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我有一只鹅，它叫王汉哲，还有个朋友叫菠萝，只会鹅鹅鹅。阿 C 云南没有喝，猴哥没开车，命运总是如此多变的风格。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那我们正式来一遍。OK， 来，咱们来前面，我们有话筒。哦，还有话筒。走。可以在这上，可以在这上啊。好的，听得见。我一句你一句，猴哥。好嘞，还是我俩一起，我俩一起吧，我俩一起吧。等一下，谁先来？你先来。我先来吧。你先来。有声吗？有啊。喂。我有一只鹅，它叫王汉哲。还有个朋友叫波波，他只会阿 C 云南没有喝，猴哥没开车，命运总是如此多变的风格。可以 ，OK， 哎，过关，过关，下一关，就这才华了，兄弟，就这才华，到这儿了吧？就到这儿，就到这儿了吧？还有一个笔，对，笔呢？笔呢？笔我没拿笔呀、啊。写完笔呢？没事，找不着咱们就算了。还有我没拿笔呀、啊。没事，不对，写完笔呢？不对，嗯，哎，随手，哎，谁？是不是随手给导演了、啊？没事，小事，小事。好的，我们先下一关。好像是给导演了。好像是给导演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我给你看一下，他们现在正在通第二关，是这样：折纸飞机，一人一次机会。有，就是猴哥，然后孙哥，只要穿过一次红心，在这个线后边，即视为过关。但如果三个人一次都没穿过，叫折飞机，然后穿红心呗。我来给你走，我们去里边那边。走吧，叠个纸飞机。叠个纸飞机，我去。哇，牛逼！哎呀，放这儿吧。下一关，下一关，来拿起体验一下。这不纸吗 ？OK， 嗯，叠一个。Saki 搁这儿呢。Saki 居士，只要有一个人飞过就可以。行 ，Saki， 我们要叠纸飞机了。好的，你叠个纸飞机，叠个飞机吧就可以了。你手机怎么了？那我们叠吧。先关一会儿锅呗。什么飞机？关一会儿锅吗？咋的了？热了？热的脸没了。OK。飞机不算。然后他们一直叫我飞机，这不老好飞了吗？我在这坐着，我说那我歇会儿。那歇会儿吧，没事。你看，首先啊，这关我拿下。首先先对折。飞机最重要的是头，对，头不一定要接，纸飞机要过红心是吗？头不一定要接，但是纸飞机的头一定要重。我在 C 个直播间播一样的。鸡头，鸡头。能不能给我个新的纸？折反了。哟晃，这飞机怎么叠的来着？操你！我连飞机都不会叠吗？不应该呀、啊，不应该。想想啊，猴哥，你不会叠飞机呀、啊？等会儿啊。这样。我回来了。不是啊，哥哥。你想找个麦克风、飞机头在哪儿呢？等会儿啊，我想想啊，飞机这么叠，然后这么叠，啊，这么叠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飞机不会叠啊，猴哥，叠会叠了，会叠了 ，OK， 我要去了，兄弟们，现在待着，我这飞了，嗯。
哎，拿下，兄弟们！拿下了，好，好，拿下了，一次通关，我也飞一个，不用飞了好像，可以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，这白叠了吗？这，一人过算是，嘿，嘿，这次飞机，然后穿过这个红心就算过关，飞的技术有点问题啊，这波是。飞机你们负责吗？会啊，红心给我们，你别过，走吧，走吧，下一环节。走吧，可以体验一下，如果愿意的话，可以体验一下，再玩玩不？猴哥，我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，我再来一个还是怎么说？我不折，我这个就行。我刚才就是飞没飞好。